换工作，孩子变成冠宝宝。那是你今年的第几个工作？今年的第三个。就是那种便利商店，我做了半天就绕跑了。常换工作原因是什么？我不喜欢老板骂我。你担不担心换工作可以带来是坏处？不会，因为履历表可以写得满满的，他代表经验丰富。我虽然常换工作，但是我不是不做，我只是在短时间内累积我的经验。爸妈交换大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